宝贝儿，你睡着了？啊，你回来啦！是啊，哎，这个不是50年前我送你的音乐盒吗？哦，是51年又102天。哇，那么久了，你还保存得这么好？这里面有我们最初最甜蜜的回忆，我一直都很小心的珍藏着。你还记得我摔坏的那个泥娃娃吗？嗯，那一天我哭得好伤心哦。这么多玩伴里面最调皮的就是你。哇，拍谁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哎，就是这个音乐盒赢得你的芳心。我就是嫁了一个最坏的男人，可是这真的是我的最爱。